自在，照照相很好。这边可以看到淡水。对。啊，那个就那边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废水处理厂哦。好，然后这里就可以看到淡水的渔人码头，福华饭店。哦，在这边你有没有看到渔人码头就有那个啊？对对对，白色高高的那个。废水处理厂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你可以到下面来这边看。你看，这个就台北港。哦，然后车子在跑这一条哦，就是海滨61线。哦。这个以后淡江大桥哦，开过来就会循这一条这样子开。哦。它有点类似一道，但它是61线。对。61都是滨海的。台北港以后是有发展的潜力。对呀，好，谢谢啊。